过年要是哪家不准备几只鸡，我是行都不行。鸡都上了，那鸡爪是肯定留起来的。来，今天我们就蒸一个鸡爪来吃，荷包鸡爪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今天我们用的鸡爪有三种，鸡胗、鸡肝和鸡心。把这三种鸡内脏清洗干净后分别改刀，装入小碗中，撒上一点毛毛盐、胡椒面、姜面、葱末、米酒、生抽，一起搅拌均匀，再加少许的生粉拌匀，腌制15分钟。鸡爪里面再放上少许的剁椒酱备用。准备辅料，生姜剁成细末，再备少许的蒜末，大葱切成颗粒，蒜苔切成小颗颗，再备少许的小米辣提升辣味，备少许的葱花，倒一个碗前，小碗中加入少许的生粉、盐、胡椒面、鸡粉、白糖、蚝油、辣鲜蓉，各少许的清水，一起搅拌均匀后备用。起锅烧热，下油，滑锅，下姜蒜米、青花椒一起爆出香味。把鸡爪倒入锅中，快速翻炒均匀。这一步要把鸡爪炒变色，所需要的时间一般10秒钟左右。把各种辅料投入锅中，继续翻炒均匀。把事先已经调好的碗前倒入锅中，少许翻炒，美味几成。荷包鸡爪一锅成菜，煮法与桥头三人差不多，25秒以内全部搞定，下饭送酒都堪称神奇。不信你们个人去搞一下，当然痛风人士就别馋嘴了，站在边上吞下口水就行了。年夜饭上看别人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的扫荡，这也是别人对自己厨艺的认可，又是另外一种幸福。我是厨子，下期见。